已经勾完了，接下来要从花片下方勾一排短针，总共17针，每一排的首尾对应一针，中间的起针位置再勾一针。先立一针锁针，然后挑起第八排边缘上的一根线，勾一针短针，再挑起第七排边缘的线，勾短针，一直往下勾，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勾到中间起针位置时，穿入中间的洞，再勾一针。继续往下把剩余的八针勾完，注意勾的过程中把线头藏进去。最后勾一针锁针固定，拉紧，留20厘米左右的线头，现在口袋就勾好了。下面把口袋缝到包身下方，半圆朝下，位置在第14圈上方，也就是白色区域第二圈的位置。找好位置后用珠针固定，用定缝的方法把下面半圆区缝合，缝的时候注意珠针不要扎到手。
接下来制作项圈，采用锁针起针往返编织的方法，一共钩八排，用到的针法有锁针、短针、短针减针、短针三针减针，通过首尾减针逐渐形成梯形的弧度。先钩29针锁针，这里我已经钩好了，在第一针和最后一针上扣记号扣。接下来钩第一排，先立一针锁针，接着钩一个短针减针，穿入第一个辫子中，绕线，将线勾出。这时钩针上有两个线圈，这一针叫做短针的未完成针，往后再勾一个短针未完成针，穿入相邻的辫子中，绕线，将线勾出。这时钩针上有三个线圈，绕线，一次穿过，一个短针减针就勾好了，扣记号扣标记。后面继续不加不减勾短针，最后剩余两针不勾。勾完倒数第三针，往下勾一个短针减针，穿入相邻的针目，绕线，将线勾出。这时钩针上有两个线圈，穿入记号扣的洞眼，绕线，将线勾出。这时钩针上有三个线圈，绕线，一次穿过，一个短针减针就勾好了。第一排就完成了，接着勾第二排，将织物反过来，这一排仍然在首尾两个位置减针。立一针锁针做起立针，分别穿入第一针和第二针中勾两个短针未完成针，钩针上有三个线圈，最后绕线，一次穿过，做好标记。继续一一对应勾短针，一直到最后两针。勾完倒数第三针，往下勾一个短针减针，第二排就完成了。往下勾第三排和第四排，同样在首尾进行减针，方法与前两排一样，这里我就不再详细说明了，按照图解标注把这两排勾完。大家看，这就是第三排和第四排完成后的样子。接下来勾第五排，从这一排开始，首尾需要勾短针三针的减针。先立一针锁针做起立针，接着勾一个短针三针的减针，穿入第一个针目中，将线勾出。这时钩针上有两个线圈，往后再勾两个短针未完成针，穿入相邻的针目中，
将线勾出，钩针上有三个线圈，再穿入第三个针目中，将线勾出。这时钩针上总共有四个线圈，绕线一次穿过，一个短针三针减针就勾好了，扣记号扣标记。继续一一对应勾短针，一直到剩余最后三针。勾完倒数第四针，往下勾一个短针三针的减针，分别勾三个短针未完成针。一二三，钩针上总共有四个线圈，绕线一次穿过，一个短针三针的减针就勾好了，第五排就完成了。往下勾第六到八排，同样在首尾进行减针，方法与第五排一样，这里我就不再详细说明了。对照图解，把这三排勾完，最后剩余五针，勾一针锁针固定。拉紧，留30厘米左右的线头断线。现在项圈就勾好了，先在项圈第一排中心位置缝上零。接下来把项圈缝到口径包上，缝合位置在口径的下方，就是第14圈的部位。梯形朝上，底部不要超过第8圈。把项圈用珠针固定好位置，用卷缝的方法缝合，缝的时候注意不要扎到手。
断线。项圈就缝好了，最后是做尾巴。来看图解，尾巴一共七圈，采用锁针的环形起针法，按逆时针方向环状向外编织。用到的针法有锁针、短针、短针加针、短针减针和引拔针。请看我演示，先钩三针锁针。完成后，挑起第一针锁针的外侧半针，钩引拔针。往下钩第一圈，一共五针短针。先立一针锁针做起立针，穿入中心钩一针短针。扣胶扣，继续，二、三、四。然后在第一针引拔结束。拉紧。第一圈就勾完了。接下来勾第二圈，全部都是短针加针，共十针。立针锁针。钩一针加针，在第一针上扣记号扣，继续往下钩加针。勾完后，再第一针引拔结束。拉紧。第二圈勾完了，下面勾第三圈。第三圈的加针规律是隔一加一，按照这种规律把第三圈勾完。勾完后，再第一针引拔结束。拉紧。第三圈就勾完了。接着勾第四圈和第五圈。这两圈都是不加不减，勾一圈短针。往下把这两圈勾完。大家看，这就是第四圈和第五圈完成后的样子。下面勾第六圈，看一下第六圈的规律是隔一减一，立针锁针，先勾一针短针，再勾一针短针减针，按照这个规律把这一圈勾完。最后在第一针引拔结束。
拉紧。第六圈就勾完了，在勾第七圈之前，先把一些废线头放到尾巴里面，当做填充物。接着勾第七圈，立一针锁针，勾五针短针减针。勾完后，在第一针中引拔结束。拉紧。勾一针锁针固定。断线。把线头收进去。尾巴就完成了，下面把尾巴缝到口径包上，先勾一根四针的辫子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。最后勾一针锁针固定，断线。两端线头留长一点，把这根辫子的一端缝到尾巴里面。多缝几针固定。